连续七天举办的国际星际旅行展，将伫九月二十二号到二十五号，伫林德的展览会场盛大来举行。上澳市府经济发展局特别邀请到几落间厂商联合召开记者会，有声来宣传。经发局就表示哦，今年总共有200间的厂商参展，总共会展出458个单位。厂商的数量是一单比一单更加多，表示讲这个国际星际旅行展伫咱台湾，甚至是全台湾已经有伊的重要性。由市府经济发展局举办的2017台南国际星际旅行展，将对九月二十二号到二十五号伫林德南胖西木中心来举办。今日市府经发局就召开展前记者会，市府经发局伫咧会中表示，今年总共有200间厂商450个单位，欢迎民众前来认识台南星际旅行的发展内容。我想我们这一次除了国内的这个比较优良的厂商来参展之外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八个国家总共有十几个摊位到我们的这个展览场来哈。那我想这个是历年来是国外厂商参展最多的一次哈。那除了在我们在展览的期间呢，我们也办了相关的研讨会跟媒合会哈。那在展览期间，我们也提供相当多的这样的优惠的这种摸彩品哈。那我们希望国内的所有的厂商跟消费者能够到我们这个展场来了解哈。今日个记者会会场摆出真侪即处设计的零点的代表性商品，伫相当受瞩目的就是在地这个业者所推出的生态球布，甲在地用式企业业者所推出的石斑鱼。那我们德和海洋鲜活工坊呢，确实也是台南在地的产业哦，因为我们的苍龙斑就是养在我们台南的七股的黑面琵鹭保护区。那这个区域呢，它是纯天然的，饮用纯天然的海水去做养殖，而且采低密度的放养。那我们最近呢、也做了很多绿能相关的节能减碳的工作。那在对于这个养殖上面，好，那我们台湾三板制药这一次在台南生技展有展出我们的新产品乙类成药的部分，那还有我们这个葡萄糖胺系列，因为这个是我们耗时2年研发而成。因为一般如果用吃的葡萄糖胺的话，因为有限制含量的关系，所以怕长期吃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我们是用擦的跟用喷的葡萄糖胺。那因为用这样的话，透过精皮吸收，它会吸收会比吃的更快。这样，这次的国际星际的零点参加展览的业者一档比一档更加多，就代表这个展览在台湾已经成为重要的电视销售平台。欢迎对这个零三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入场参观，市府也提供价值100万的大奖等你来抽。记者中心陈志政府采访报道。